起来，你在这躺着干嘛？不要出来玩吗？我不行了，你自己上去，我要回家。我自己上去？你叫我出来玩的，你让我自己上去啊？要不然我们一起回家，反正我也玩够了，哎呦，实在太累了，啊，我累死了。我怎么不累啊？你就是平时你缺乏锻炼，你就是虚。我虚？大姐，你拿多少东西？我拿多少东西啊？我虚，让人说话不腰疼。好，我拿。起来。哎呦，都我拿。你不等着卖蚊子吧你？卖走不送。啊。李泽南就是虚、啊。我虚、哎。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男人。你有本事让我再躺个五分钟啊！哎呦，你等等我！别管我！这门呀，起来！哎呀！哎，别管我！大老爷，大妈，别管我！你干嘛呀？别让我死啊！我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下雨！你下雨下雨呗，下雨别露营了。11年前我就买了这个破帐篷，一次没有用过。我的帐篷啊，老天爷！走走走，去哪儿？我露营，我露营，我露营，赶紧走！别管我，我露营，我露营，我露，别碰我，我露营，你走走，去哪儿？我露营，下什么风？你说什么？